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動漫無雙。咁啊，當然其實你話喺嗰個時期嘅，仲出咗另一隻都係大作遊戲之一嚟嘅，真嘅話冇諗過佢會成為大作。嗯，新絕代雙驕，第一、第一次喺呢用呢個古龍嘅作品登上呢個平台。金融改完咪即係咪咯？金融就好似改古龍，又唔係呢個係宇峻科技嘅，就唔因為金融嘅系列嘅代理就全部俾自管買曬㗎啦。其實就其他人就好難，應該都用唔到㗎啦。其實係，所以金融自己頂一，所以就宇峻就另古龍咧。古龍的作品呢應該可能少啲人睇，啲人都多數睇金融。古龍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程式走多，所以可能少啲人選擇攞佢嚟改編。唔係，而且就係本身就係、古龍嘅作品係比較難改編嘅，其實因為成為一個遊戲，因為佢真係比較叫做客形式咁樣咧，佢又冇所謂金融嗰種修練咧。同埋古龍係嗰種就係話。我係咁勁，就係咁勁。唔係㗎，同埋佢有啲作品咧，係有一部分咧，可能斷尾，唔係斷尾咁簡單啊！有啲人係揾咗另一個代筆啊。係啊，嗰時候你有故事改到㗎啦，唔係主要因為金融你見到人係練武功，但古龍一出嚟講嘢已經 level 一百滿頂。而你話，我覺得宇峻當年其實你話揾絕代雙驕其實係聰明嘅，因為絕代雙驕喺個角色由頭到尾，由頭到尾就係佢有成長啦，所以兩位主角都有所謂嘅成長嘅。故事咁啊，第一集佢就用咗阿小魚兒去做呢個開端。咁其實個故事其實佢嗱喺裏邊咧，宇峻喺呢方面我覺得聰明嘅，佢都係用 3D， 但係佢係用一啲 pre-render 嘅 3D， 所以佢好多嘢可以執咧。咁其實你見到嗰個所謂合客嘅風格咧，都仲依然存在，冇咁特別係嘛？啲起碼啲 3D 冇起角唔緊，冇咁緊要咯，起碼我哋覺得圓滑啲咯、而你話、那個故事佢真佢有修改到嘅，其實第一集嘅時候，我可能佢唔夠時間咯，所以就夾硬咁樣得開中間之餘，就整走一個最緊要嘅角色女角咯，變咗佢同另一個女主角張青喺小原著度唔係同佢一齊噶嘛？張青佢係玩佢啫，張青喺原著裏邊阿小魚兒係玩佢嘅啫。逢場撞身當然冇咩，即真係逢場撞去玩下佢嘅啫。真係啊，擺明係蝦佢嗰只咯。係啦。咁啊，佢裏面就如果講個遊戲模式，其實佢導入咗半即時制嘅，其實佢絕代雙驕三種模式喎，我記得係你可以揀，但係佢叫做喺裏面導入咗就係半即時式同埋即時式，你揀招嘅期間，對方都會繼續行動。咁啊，三個模式即係可能你玩開唔適應嘅，可以轉翻做回合制、半回合制或者半回合制，或者係完全即時式。咁其實三種模式都各有難度嘅，最難其實都真係即時式，因為建基於就係你要同個電腦鬥快，先頭自嘴嘛。同埋就係因為當你可，因為佢都係可以喺成個絕代雙驕世界裏面嘅武功知識基本上都可以學嘅，而你學得太多嘅話，你揀招你就死㗎啦。OK， 所以呢個係佢可能即時即佢未完全去駕馭到，但係至少佢導入咗嘅話，如果你玩第二次嘅話，其實你知道邊啲武功係好用嘅，其實廢嘅，其實係會比較容易嘅。其實係會咁、那個佢。採用嘅方式就會用咗地圖式，即係佢係一個點去一個點囉，其實佢會係而去個點之後就係一啲場景式嘅。下一個場景。係啦。隨便都可以睇。咁就冇咁容易因為其實我諗當其實都 3D 呀，佢唔可以花太多時間喺一啲連接場景上，即係啲你行個樹林，所以其實喺呢隻遊戲裏面呢其實係冇迷宮嘅。嚴格嚟講係冇迷宮嘅，因為只係場景同場景，其實就算講緊嘅地圖太大咯，講緊嘅迷宮都係只有四至五幅地圖就行完㗎啦。所以其實佢你話絕代雙驕，我覺得有個唔好地方就係佢幾食練功時間嘅，因為你唔會係可以跟住遊戲進程，其實你喺某啲位你係真係企喺度去練一啲武功。我記得好似係可以裝備嗰啲武功喺身度，即係你戰鬥嘅時候攞經驗值去升。係啦，冇錯，同埋自由配點。係啦，係五大屬性咯，我記得係。五大屬性，當然佢裏面都有可以用食藥嘅方式食曬啲屬性出嚟嘅。
拍藥啦，即係食到全部爆曬爆曬咁啊！其實佢都做咗啲特別嘅，即係好似其實裏邊駕醫神功啊，類似嗰啲武功咧，係我哋降低你嘅性，降低你嘅 level， 但係能力值不變。嗯、簡單啲嚟講，就係擴大嗰個能力值點，能力值上限。咁其實你幾時練都冇乜所謂嘅，其實嚴格嚟講，因為駕醫神功好後先攞到噶嘛。駕醫神功差零 level 左右先攞到啦。如果你我成日都聽到駕醫神功，駕醫神功，駕醫神功，為他人作駕醫神。係啊，呢個係喺呢個故事入邊一個最幾乎最勁嘅神功啊。唔係喺故事裏邊呢個係匹敵明玉功嘅神功，而明玉功同埋駕醫神功係當喺絕代雙劍當代兩大神功。兩大神功。但係呢兩大神功咧。好唔同噶嘛，特色系原著好，原著當然係完全唔同咧。一個係吸功，一個係防止俾人吸功。系啊，互黑嘅啫喎，咁真係。唔係好得意噶嘛？佢小説描寫到咧，假醫神功咧運功嘅時候咧，笪地咧係乜事都冇，因為佢話原著佢講咧勁嘅人咧個地下會越嚟一粒嘅。至於明玉功就調翻轉嘅，係個地下會拱起嘅。唔係佢嗰個就話明玉功咧，如果佢裏邊即係小説都係咁啊，明玉功咧就係咧會將外力吸為己用，而假醫神功就係咧將自己嘅內力同個人結成一體，就所有外力都唔能夠將佢動搖。嗯、而佢出招嗰時候就話，佢要出招嗰下先會用內力，咁就個內力消耗就會極低。咁、嗯、啊，而假醫神功就係喺裏面唯一克制明玉功嘅神功。同埋假醫神功嘅特色就係、是、小説原著就話要劈掉重練啦。係啦，要吹掉重練，你練到。七成火候之後咧，就要廢咗自己武功，再重新練過。如果唔係練就走火入魔嘅，其實可以原則。唔係，係練極都練唔到。唔係，係會走會走火入魔嘅。我記得少少講過。呢個字我唔記得咗。嗱，而當然你話遊戲裏邊嘅，當然駕醫神功係唔需要再練過嘅，放心啦。即係但係你話遊戲裏邊嘅兩大神功咧，其實駕醫神功係冇用嘅，其實係嚴格嚟講。而明玉功咧係主角係學唔到嘅，喺新絕代雙驕一，因為明玉功好似係移花功嗰邊噶嘛。咁啊，當然啦。講到一幾多就呢陣，因為其實二代都好快推出咗，其實有一之後。一年有冇啊？定半年啊？一年左右嘅。咁啊，推出咗二代，咁啊絕代雙驕二，咁啊行咗一個制度就係雙主角制。嗯。就係由呢、這個花無缺同埋小二互相交換，互相交換，你可以唔交換嘅。佢有攻略有提過嘅話。點樣可以完全控制到佢哋感情發展呢？係有一個既定嘅交換方法㗎。如果你亂咁交換呢，係玩唔到你想的結局。唔係，因為呢嗱，佢絕代雙驕裏面呢，第一代固然其實係得一個 ending 嘅，而第二代佢就因為會根據就係、是你觸發嘅事件而會去到唔同嘅結局嘅。我想問你話觸發你個感情係邊度嘅感情咧？因為呢個故事嘅女主角其實呢要數咧好多女主角嘅我。你驚人都講翻，我就係驚諗住想話小二同花無缺兩個感情嘅啫，講講。嗱，佢哋最緊要成最兄弟情咯。係啦 ，OK 係兄弟情，同埋兄弟爭一個女人，呢個係一個最出名嘅女主角啦，算係。鐵心蘭。係啦，鐵心蘭。然後就一個算係佢哋延續第一代劇情嘅女主角張青，第三個就係小二嘅本命阿素英。咁啊，當然咧，仲有一個。夾硬插落去嘅，啊花無缺移花宮嘅師傅都可以成為攻略目標嘅。師傅唔好提啦，真係我覺得好嚇人，好重口味喎、啊，大佬。我覺得好驚啊，師傅嗰個結局其實。唔係咁，當然你話佢係根據唔同嘅你唔同嘅選擇，觸發唔同嘅故事而衍生就係不同嘅結局出嚟嘅。但我冇記憶錯，好似。每個人都有雙翼結局嘅，係咪咧？我唔係好記得啦。等陣，每個人都有雙翼結局。有寫嘅，雙翼嘅男結局。咁恐怖。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十二個結局，你要唔要逐個逐個介紹？啊，咪係咯，我記得就係有齊人嘅結局嘅，係好似淨係得淨係得小魚兒先有嘅。雙翼睇下先，雙翼冇。唔係，即係總之冇齊人結局啦，齊人之福。小魚絲有嘅啫。係啦，咁就可以將所有女角全部俾全部個阿小魚兒就攞曬。即係後宮啦。跟住花無缺一個 credit 都冇。如果花無缺撐小魚兒啊嘛。但係唔計齊人之福呢個結局嘅話，就兩位男主角分別係可以同三位女主角有結局。而佢哋每位女主角，即係每位主角都有一個係獨立，係佢嗰邊先可以。看到的結局的是啦就是沒那麼慘啦
仲有个咩㗎？仲有个结局就係 bad ending。bad ending 有即一个都冇。五个。bad ending 有五个。十二个有五个。即係讲佢即係呢个佢你如果即係触发唔到 event 同埋学唔到一啲指定嘅武功嘅话就会发生嗰种咁嘅 ending。其实佢都几黑確，不过如果都係你有睇小说嘅话理论上你应该知道係点样行嘅。最少有几个结局你应该识行嘅。係呀。咁整個個架構裏面其實你話喺 RPG 方面其實個突破又未去到話好大，其實最主要都係頭先我所講嘅即時同埋半即時嘅 system， 同埋佢將一啲學武功嘅設定，因為其實佢依度係幾花時間嘅，其實因為你每種招式你都要喺俾主角可以用到，其實所以會係我可以話啦當其時除咗因為當其時其實冇中段我記得金庸啊都出咗好多唔少嘅續集嘅 RPG 作品嘅，但係你話喺嗰段時間唯一更加亮眼嘅就係絕代雙驕系列嘅。因為絕代雙驕記得嗰陣時有講過係攞獎㗎，但我唔記得嗰個獎叫乜嘢，係有宣傳係攞咗嘅，佢係有攞咗獎嘅，佢攞咗唔知創新定還是乜鬼嘅獎，我都唔記得咗啦呢個就。總之佢係跑咗出嚟嘅作品嚟嘅，咁當然你話。宇俊係食住咗呢個啫，跟住就出咗自己去創作咗。唔係住喺佢第三集之前咧，佢係搞下楚留香嘅佢。楚留香係你係簡直係一個誤會啦。黑歷史啊，我覺得係。咁因為其實啊，都係講翻頭先一樣嘢，就係話古龍並唔係所有作品都食而改編做遊戲。遊戲其實佢唔係所有嘢都係戰鬥向嘅。唔係應該話你要改編，你要好小心去處理佢某一啲問題。要適當地揀。例如話小李飛刀，人哋泥巴虛發，你唔好為咗念咗係咁攞飛刀打怪啊，大佬唔得咁啊，係咯，你唔好好玩咗咁樣，即係你好難改遊戲嘅，真係。而你話當然你話跟住其實佢稍後嘅就見就係絕代雙佢真係得絕代雙驕呢一尾嘅啫，其實佢就將絕代雙驕嘅故事佢就自以二創就創造咗絕代雙驕二出嚟啦，個故事就係佢自己自創嘅。唔係二之後就三，三就真係完全自創，係博住二嘅結局，就係有結局繼承嘅。我就冇玩啦，當我有玩，因為當年我係追曬呢個咯。咪先講咩？我有趣喎，佢原作劇情。因為咧，嗱，唔係佢第二代咧，就係講話即你當小說完咗之後嘅故事，佢就再續落去就係講第二代。但係阿花無缺同埋江小月都仲會喺個遊戲裏面出現嘅。而第三代咧就係完全係唔。唔係第一代咧就係沿住嘅一半路啦，第二代就完全行曬行曬。唔係啱啱第三，我唔會，我當佢上下集，其實我當呢、這個。緊要啦。第三集就係講佢哋嘅下一代。係啦。咁但係個故事個模式咧，我有立案我睇翻嘅，其實佢係將絕代雙驕嘅故事 loop 多一次，嚴格嚟講。是不過裏面的角色和裏面的橋稍微扭一點而已，還有好像因為他結局繼承呢就會見到自己媽媽是不同樣的，即如果你是跟蘇英上一集跟蘇英結局的，你那你下你第三好像是 你原本有的你開頭有的武功都會不同了，是不是我不太記得這個不是先如果齊人叫咁啊，花無缺冇仔喎應該。齊人嗰、那個我唔記得佢點樣繼承法喎，真係。呢個要揾翻。因為同埋第三集佢一開古仔一開始咧，係走嚟玩問答噶，佢啲問答係影響你個起始數值咯，我記得係。但係依種係比較幾避忌嘅喺 RPG 裏面，因為你尤其是好多 game 就係話。你一開始根本上你都唔知投資路，我點知呢個數值比呢個數值勁啊？你都冇聽，你睇唔出係影響啲咩數值㗎？最緊要係啲答案。咁當然你話嘅，去到呢個期間之後，再之後嘅崛起咗嘅一個新嘅系列，雖然其實不過嗰陣時就已經其實好多台灣嘅 RPG 其實就已經轉移咗去大陸啦。因為其實製作喺大陸。製作在大陸，因為其實成本問題啦，固然是，而就是另一方面就是其實我覺得令台灣 RPG 式微的原因就是當其時其實老翻是其中一個原因，老翻其實是所有全世界的問題，即是說老翻對台灣遊戲界的傷害很勁，家家都這樣說的，不是遊戲界okay, 音樂界都會這樣說而那時候其實你說做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其實他將那個
開發係轉咗去大陸，即係當然你話一啲文化重量級嘅製作人係過咗去大陸嗰邊去管理個公司，但係其實留低咗好多就係其實當其時我都覺得唔少出色嘅遊戲其實就斷咗，其實斷咗纜，跟住就再冇開發，其實嗰班人就走流失咗噶啦，其實就變咗就係其實喺黃金時期呢一班咁嘅優質人才啦，我稱為就係、是。佢哋可能轉咗工，或者係可能繼續留喺度，但係就做緊其他嘅嘢，一啲可能唔係做翻佢哋開發嘅嘢。咁其實你話去到，我感覺嘅就係點解好似話其實你見其實近十年，你話台灣其實冇乜話啲咩作品，全部都係代理啊，基本上冇啦。因為其實本身你話 online game 興起啦，同埋嗰類型嘅嘢嘅，去到而家自己整啲 online 都唔係特別。去到而家就係話啊，你見到韓國崛起。韓國好多自家製嘅遊戲，你第一 part 嘅人話你想鬥你樣嘢，你話呢個亞洲，你想講一堆係冇講韓國，因為韓國當其時係冇發展遊戲嘅，所以當時咪話玩大咯，好似一崛起就已經係 online game 嚟㗎啦，係啦，所以你話嘅當其時，你話去到而家就係而家所謂台灣出現咗就係真空期，就係因為佢將資源擺咗大陸，大陸其實你見而家都係有好多唔少嘅遊戲出現。即係唔少，即係你唔好計出唔出名，或者佢抄唔抄啊？至少就係佢技術同埋人力都有，但係台灣反而會缺乏呢樣嘢。嗯，就其實因為呢個原因，其實我覺得係。同埋我覺得係啲公司開始留意到 online game 嘅市場，同埋將啲資源其實賺錢，因為都要講緊賺錢，因為始終就係頭先投放曬喺呢地方。講嗰個問題，頭先都講咗問題嘅話，翻版。冇人解決到翻版，呢、這個世界冇人解決到翻版嘅，其實係有嗰條友只有天主。而家唔叫翻版噶嘛，叫 download 噶啦嘛。哦，咁都冇人解決到，其實即係你當一個盜版啦，總之就係一個非法途徑獲得遊戲嘅方式，係冇人解決到呢個問題噶嘛。而轉咗就變曬 DLC 咧，如果變曬 DLC 有得 credit 嘅，唔好意思。哦，咁冇辦法。DLC 係有得 credit 嘅，其實係。睇你 credit 煩定唔煩啫。咁啊，當然你話跟住就台灣嘅 RPG 就轉移咗去大陸，咁其實你見到嘅係。嗰陣時就係一啲比較出名嘅其中一套啦，《劍俠情緣》啦。嗯。咁嗰套其實簡單嚟講，即係咩咧？《Diablo 2》嘅武俠版。嚇！咁大喎。但係當然咧，好多人都覺得係個故事其實係有可取之處嘅。嗯。咁啊，當然睇你點睇啦。咁啊，當然其實同期嘅，當然其實嗰時繼續就係一啲金融嘅改編啦。但係嗰啲嘅話就不敢恭維啦，我只可以講句。你要你講《黃河傳》啊？我想殺呢套嘢。《武林群合傳》是其中一個經典啦，這個就是其實《金庸群合傳》之後的續作。嗯，但問題好。但是《武林群合傳》裏面呢是一套金庸的作品都沒有的。那他擺了些什麼呢？他將全部都是創新門派。嚇、啊！我練得很辛苦啊，他呢就是這樣很多東西練的，什麼釣魚啊、揼石啊、什麼。這麼像 SAO 啊。是啊，那就真的很耐。online 釣你啊、廚藝。但問題他每日限咗唔知幾多時間，有時段分嘅。你念得其實就冇成念廚藝，念得其實就冇成念內功嘅。咁到月尾考試你會賴嘢，即刻就會。點解有考試？你冇。唔係，即係你講師傅考驗你武功，如果你武功唔去到某個程度嘅話，佢就踢你出師門咁樣咯。但問題你要做其他知識，又冇你做其他咩練廚藝啊，要其他嘢技能噶嘛？嗱，雖然呢只 game 廢，但係我都爆咗四次嘅。我爆唔到啊！我成日都卡住啊，練唔到啊，練唔切啊，冇成念啊。但係呢只 game 我可以話咧，真係其實係幾。是滿補缺點的，其實樹山剛才你那句是不是說雖然我人快但有馬比我快四倍我沒這麼說你說的全部調轉來解我這麼解釋連爛 game 都可以玩四次的嘛那我可能他的人更加爛呢不知道、啊、所以這隻遊戲你說它裡面很多東西就是說那些人不認同這隻就是叫做它是掛著金融群合傳的後作但是完全是在做另一隻 game 的遊戲、嗯咁當然你話呢段時期其實你話台灣都仲唔係話即係仲有啲零零星星嗰啲囉其中一隻啦我見到嘅就係、是我都有玩咗兩次嘅啫嗰隻就係一隻好抄 FF7 嘅作品有冇 Diva 㗎叫做墮落天使咩嚟㗎有冇圖睇下咩料嚟噶？墮落天使，我頭先都覺得你張紙嗰個好鬼奇怪啦，金遊戲嚟噶咋？台灣出品嘅定係大陸出品？台灣出品，台灣出品。咁其實佢裏面好多嘢都係模仿 FF 七嘅設定啊、人設又好啊、武器又好。你講墮落天使，我大概穿到啲咩嘢出嚟？好驚喎！
咁當然你話呢隻 game 就我係嗰個其實因為真係冇聽過咯。跟住如果你喺吉超有叫咩嘅？因為其實嗰隻嘢幾踩界嘅，我會記得嘅原因就係、是、因為佢裏邊唔係佢裏邊一啲題材裏邊咧，就係咧你強化一個角色咧，可以用毒品嘅。嚇、啊、！OK 喎、啊，咁唔怪得你話踩界啦。係啊，我大麻冇睇㗎。同埋佢係你要整定一個角色，其實簡單嚟講係基因合成嘅。哦，咁幾好啊！好先進咯、啊，佢裏邊其實，誒佢裏邊其實你當係一啲技能欄裏邊咧，可以即係話你要首先將你個角色基因改造咗，咁撈撈下識爆竊，你念妖狐都係合成基因啦、啊，合成妖怪。然後跟住你就，你有冇合成角色啊，大佬？然後跟住唔係合成角色，即係個你將一個固有角色嘅 character， 佢開頭有啲可能有啲已經係做咗手術㗎啦，已經係基因改造人嚟㗎啦，已經係新人類啦，已經係。係啦，已經係 coordinator 嚟㗎啦。OK， 冇問題啊嘛。跟住金屬化佢啊。I will be back。咁然後跟住咧，但係有啲角色咧，其實係未做呢個基因未做呢個基因改造嘅，你可以幫佢基因改造。即係小胎咁啊。咁但係有一系列嘅裝備咧，就係、是、所謂可以裝備一啲基因嘅，咁就會攞到一啲特殊能力嘅。哇！咁 high content 嘅你嗰啲，我覺得好複雜。你學緊 genetic 嘅，你俾多技能咯、skill 咯，要合成先學到咯，有咩分別啫？因為佢即係佢個作品，佢講就話一啲，佢係以一個黑暗暴力為題材嘅故事。你即係話啲醫生黑暗同暴力啫？我冇咁講過。又是你講的，即係你自己識講得啦。佢冇被列為十八禁，已經好好噶咯噃。梗係唔會啦，依啲係啊。其實呢隻 game 都幾踩界，即係當然你話佢裏面嗰啲純粹都係你當係一啲技能，即係如果你套翻遊戲嘅思維底，佢咪啲咩啲技能難咁嘅嘢咯？呢個係特殊能力咁樣咯。嗯，只不過佢唔會知做藥水叫大猛咁。但係你話佢呢隻遊戲就當然係一隻失敗嘅遊戲嚟嘅。如果是成功的話，我們應該聽過才是基因的慘咁裏面其實跟住就另外一個就是幻世六風，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啦，出咗新一作嘅，又係嗱嗰一作雖然係難玩，但係係好玩嘅，我記得係難玩但好玩，總好過唔好玩又難玩。我唔記得嗰只叫做難玩好玩，幽城幻劍錄。好似聽過，幽城幻劍錄咪《地劫》個系列嘅咯，《幻神劍》咯，《幻神劍》個故事咯，係咯，即係都係《天地劫》，都係《天地劫》，天地唔怪得咁難啦，唔怪難玩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部黐線嘅《天地劫》啫。OK 啦，咁跟住其實你話先後嘅，其實一啲嗰陣時其實開始咧，個個都係食老本嘅啦。嗯，《軒然劍》又好啊，《仙劍》又好啊，《仙劍》嗱我要講一講仙劍啊，由二代開始，我完全覺得係其他 game 嚟噶。我都話咯，大家都話啦，阿姚山冇經過呢個失戀嘅打擊，佢係寫唔到同樣嘅作品出嚟。唔係最大問題啊！你知唔知我妹話玩仙劍二嘅時候，佢講咩？都唔係劍嚟嘅，刀嚟噶嘛？咁扭頭做啦，刀劍神秘後嚟都冇刀劍啦，大佬你係咪咁先？唔係，即係當唔係先，即係應該話喺即雖然出咗一集，但係嗰人已經有約定俗成嘅話先。劍騎入傳裏面嗰個俠客，基本上理論上應該都係屬三派嘅，其實應該要係，但係咧佢就攞咗一代裏面一個你都唔覺得佢會成為主角嘅人物，第一條村小虎，第一條村嘅小虎，其中一個角色村民黃小虎啊，係啊，黃小虎啊，村民啊，揸刀啊，揸刀揾食嘅牛肉刀啊，豬肉刀。我呢樣就三千蚊到啊！你話個故事嘅，因為其實好多人都覺得係只係將一代重新用罐頭式咁樣去將佢出一次。哇！完全唔係咯，我覺得啲劇情其實係好 straightforward 直線，完全冇分支啊嗰啲成咯。唔係嘅，你唯獨就係、是、結局有少少唔同咯，少少咁多咯，少少咯，係一個位俾你揀。唔係都係俾你咯，你要想要想同 A 女角定還是 B 女角一齊咯？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仙劍二》係比較慘嘅地方，就係佢喺《仙劍一》嘅陰影之下嘅。唔係咁，你所有續作都有呢個陰影嘅，即但係叫做咩咧？好多其實我覺得喺台灣系列作裏面、知道捉到自己神髓嘅係淨係得《軒然劍》同《風色幻想》係、捉到自己嗰個遊戲裏面係究竟有啲咩特色喺裏面會變質咯，即係。唔好話唔會變質，至少佢嘅變質期長啲，冇咁耐，冇咁快第二代嘅變質。嗰個叫保質期啊，變質期大佬。sorry， 好似《軒元劍》出得慢嘅喎，《仙劍》出得快啲嘅喎。
唔係㗎，仙劍慢嘅，仙劍係非常慢。唔係仙劍其實叫做咩呢？就係因為第一代太成功啦，佢真係諗唔到點樣超越第一代。冇錯，阿生你就失多你多次啦，佢哋。你俾 NTR 多次。同埋我記得係第二代嗰個製造小組係換咗人嚟㗎嘛。係除到中期，跟住係成批走咗嘅，跟住又係揾啲人嚟執包尾嘅。咪成喺度現充嘅走曬去啊！但係到而家仲有出嘅軒然劍好似冇喎，反而仙劍再繼續出咯，係咪？軒然劍仲有啊！軒然劍上年先出現一隻新嘅，大劑啊！我居然冇發現佢喎，我反而淨係見到仙劍。唔係，因為近呢幾年而仙劍，你話其實佢變咗個模式就係咩呢？首先就係三角戀，你可以話都係，因為兩男一女基本上係緊咁滯噶啦，基本上已經緊到唔緊咁滯噶啦。唔係佢，我話唔係先，兩男一女，唔係兩一女兩得男兩女，唉 ，sorry 啦，我已經講到好嬲噶咯咁樣。唔係我話佢仙劍二唔得啫，但係仙劍三四反而佢跳開咗個格局，三就好少少。三因為其實佢攞嗰個當鋪嗰個嘢，係啦，開當鋪。就是、而有翻一啲就係話我哋仙劍上翻就係咧乾坤一擲之餘，所以掉錢啊嗰類咁嘅嘢咧，都有再重現翻喺裏邊。雖然你話係咪話有翻一代咁好咧，佢冇，但係至少佢唔係一隻差嘅作品。唔係佢跳咗出嚟咯，佢唔再喺嗰個框框，佢限死自己去整隻 game 出嚟咯，反而係。係啦，咁啊，你話軒然劍嘅咁就其實力。之後其實佢已經係玩到亂洗，我自己呢其實玩到去四、我就冇再玩㗎啦、因為我覺得已經冇，因為我唔係咁鍾意，就係因為之後其實好多代無論仙劍又好軒然劍又好，其實佢哋轉曬做 3D、我俾唔到嗰個感覺，嗰、個感覺，我哇你嗰種合拍嗰種嘅感覺，嗰、個 character Q 版嚟嘅。即係大佬，我好難代入㗎喎、咁當然你話喺裏面嘅仲有一個系列嘅，不過呢個就唔多講嘅、但係都算成功嘅，其實就係幻想三個字系列幻想水滸水滸傳係咪都係水滸傳係日系遊戲嚟嘅，你唔好理佢，即係個名類似幻想三個又係宇宙嘅係啦，佢就開咗另一條嘅風格出嚟啦，你可以話係即係你當係都係將一啲佢原創嘅角色混入三個時代裏面，咁再重新塑造三個嗰個故事。但係佢嗰個戰鬥係咪都幾特別嘅？好似基本 RPG 其實冇去到話好特別。我記得初期佢冇咁，我可能會撈圓環未重喎，係後期先越嚟越重喎，先有多啲神仙啊嗰啲嘢出現噶嘛。係，佢去到第二集開始有火雲魔嘅其實。幻三啊，你話？幻三係冇錯，幻想三個字。咁你話軒然劍、仙劍嗰啲就當然啦，月出就我都唔知道做緊乜嘅啦。我仙劍而家係去到五嘅，我就記得就係仙劍去到五，仙劍去到五，軒然劍都去到五嘅啦。但係跟住佢哋其實相對就之後 online 化又好啊，其實嗰啲嘢就佢都係走翻 online game 嗰、那個，將自己出嘅 game online 化咯。係啦，保證客源啦，至少可以賺到錢。但聽聞咩仙劍 online 係唔得噶嘛？仙劍同軒然劍 online 都係唔得嘅，反而好似絕代雙驕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玩嘅 online 版，好似啊，總會有人玩嘅，但係問題係總會有 online 搭，但係有幾多人落搭咧？知得就係冇啦，係啦。咁啊呢集啊去到呢度啊，咁我哋其實大家都講，我哋有一個系列完全冇講過嘅、就係、是、呢個風色幻想，即係提個名咯。係啦，咁我哋就下一集就。集中就講風色幻想，因為其實佢比較近似我哋，就係我哋玩開日式嘅，咁大家可能共鳴感會比較多啲。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